明晨还能醒过来吗？这次还能。你告诉我，之后会怎么样？告诉我。之后，他会再度昏迷，然后陷入长时间的连续性的休克。这个时间会很长，也许是几个星期，或者更久。然后就是，我能陪着他吗？明晨嘱咐过我，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他想安静的离开，他不想大家哭哭啼啼的。我相信明晨一定想笑着和你道别。我明白了。分，一江，怎么样？明晨，明晨，徐明晨。徐明晨，哎，凤凤，别太激动啊！姐姐，是因为我吗？现在时候不要这么自责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救他的。对不起，芬芬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吻会失效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你知道明晨是为了接近你跟你接吻开始，吻就。因为我不爱他了吗？不知道。就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第一次跟明晨接吻的时候，你的吻可以救他的命。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就……我爱他，我是说过我不爱他。芬芬，这件事情不怪你。怎么会没有效果呢？不，陆小姐，你的吻是有效的。您一会儿说有效果，一会儿说没有效果，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陆小姐，我们通过对分子生物学、免疫学、蛋白质分子等几个方面啊，进行了反复的检测。我们监测了你的唾液进入许先生体内的运动过程，以及蛋白质表达谱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。那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：你的唾液中所含的生物酶和正常人的一样。从药理学的角度来说，你的吻是没有作用。它不是许先生的特效药。啊，当然了，我们也观察到，你们每次接吻之后啊，许先生的各项指标都有明显的好转，这也是毋庸置疑的。所以我的吻到底有没有效果呢？太阳升起不是公鸡叫出来的，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极深的连接。那你的吻和许先生的病情之间也存在着这种连接。我和明晨的连接。是啊，有些时候啊，很多绝症病人奇迹般的好转，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候啊，看到了希望。通常人们把这种希望呢叫做奇迹，但是我们更愿意把这种奇迹称作为爱。你不仅爱着许先生，许先生也深深爱着你，是你们之间相互的爱，在这段时间治愈了许先生。我没有治愈他，
如果我治愈了他，他现在就不会躺在这里。所以你没有告诉我，我的吻到底有没有用呢？还是说，明晨他不爱我了？陆小姐啊，生活不是童话故事，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，如果没有你，那么许先生在半年之前就不行了。你做到了我们所有人乃至整个医学都无法做到的事情。芬芬，我也要谢谢你，不是谢谢你救了明晨，我是要谢谢你给了他一段美好的回忆。毕竟你们爱过，幸福过，这就够了。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，但是最令人痛心的是我还没能和明晨好好的道别。你去哪儿啊？我要跟明晨在一起。明晨，你醒了，你等一下。你愿意原谅我吗？你先别说话，好好休息。你放心，姐姐肯定会努力治好你的病的。而且，他说要送你去国外治疗，你将他们都告诉我了，所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呀？大概一个星期吧。那我去请一个星期的假。你不愿意我离开是吗？肯定不愿意啊，可是一个星期这么短，我想每天都陪在你身边。你突然这样，我还有点不习惯呢。你不喜欢呀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你真的要离开我的话，不管是几天、几个星期、几年，我都不会忘记你的。我会自责一辈子，后悔一辈子。对不起，我会离开很久。因为我的病很复杂，我没有办法再跟你联系，不能打电话，不能发消息，也不能视频。但是，不管时间怎么流逝，我都不会忘记你，我会一直等你。我也不会忘记你啊。我想你的时候不会给你打电话的，我就去听我们以前的语音，我也不会给你打视频，
你就去看我们以前的相片。剩下来的七天，我们还可以照好多好多的相片。我一定会想你的，在每个清晨，每个傍晚，你想我的时候，我一定也在想你。而且，我们还有好多的时间呢，七天，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创造好多好多的回忆，让这七天的回忆填满以后的每一天，好不好？尼克，马上！我就不懂。怎么把灯关了？这什么情况呀？你等一下。许个愿吧。许愿？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也全都是我的心里话，所以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必须都听着。你是我最讨厌的人，因为你总是骗我，
但是其实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每天都在想，如果我的吻真的可以救你，那多好呀。可是他们现在告诉我不行，我没用了。以前你每次骗我，我都特别生气，但是这一次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爱你。以前我不敢说，是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的病需要你的吻，还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你，所以以前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。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这和我的病，和世界上任何一切东西都没有关系。顾芬芬，嗯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
芬芬，快扶他起来！芬芬，赶紧叫救护车！他的身体查不出任何异常，完全找不到病因。他的情况为什么会跟我哥一样？确切的说呢，凝晨生病是有病理原因，是因为基因问题而找不到治疗的方法。但是芬芬这个是因为身体毫无异常。易阳，会不会是精神上出了问题？我现在特别后悔，许明晨他为我拼尽全力做了那么多，我直到现在才知道。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什么都不能为他做了，就连我们最后在一起的那段时间。 我也没能为他做些什么。他跟我说，让我不要记得他太久了，让我忘了他。我忘不掉，我也不会忘记他的。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会像现在这样，一直。 一直的想着他。这款酒呢，是我跟安达酒庄合作开发的，名字叫做 Tomorrow， 意味着明天永远是新的一天。也是我为了一个特别的人而设计的。对我来说，等待他的每一天。 都是充满希望的日子。我希望把这款酒分享给大家。我希望每一个喝到这款酒的人，都能心怀希望，等待奇迹的发生。 芬芬，赶紧叫救护车！芬芬，易静，芬芬这段时间频繁的晕倒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反复查看了她的检测报告，一切还是正常。那估计最近就是太忙了，累的吧。 马上，芬芬都休息会儿，我们先走吧。我们先回去了，一定要好起来。